什么我的菜。哎呦，就是他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啦？不然你干嘛刚刚说再见？我吗？我是说谢谢啊。哎，那个在站点了。老板娘，谢谢。哎，苗苗，这个最棒了。好恐怖，我不敢看。为什么？这是鸡脚，有很丰富的胶原蛋白啊。小爱，拜托你拿走啦。好啦，鸡脚没有了。真的吗？嗯。你讲一个人，哈哈，你有什么好怕的？我一定要弄到你！为什么要怕鸡脚？有什么好怕的？哎呀，但是真的，试试看嘛，就是没有吃过才要常常看呢、啊。可是我不敢看他们啊，形状真的好恐怖哦。那、啊、不然这样子，你不要看，不要想，把眼睛闭上，我喂你，好吗？好啦。请张开嘴巴，我数到三，你再开始咬。